哎呦，好近。我去拿一下水壶。Hello，然后我要去装水。还可以传图片哦。现在又有新功能了，是吗？可以传图片。嗯，我手机。等一下，要很长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真的有追究的追到吗？没有，我还没追，我没开始追。12集是完结吗？还没吧，他应该有20几集吧。我想说，等他完结我再追。只是看到他发了，就觉得好开心哦。就先跟大家分享我的快乐，善良完美的化身。Hello， 草莓姐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想看我们的梗图。别闹！还好，有没有好笑一点的？
我都是带水去学校，还是我是会带水壶，但不会带水，因为我的水壶有1450公升，所以我带水的话我会中暑。对，所以我是带水壶去学校，然后把水壶再带回学校，然后去学校装水。这个我不能念吧？这我可以念吗？哦，公哎毫升毫升毫升，1450公升，毫升是毫升啊？莫是毫升吧？要不要去看 4DX？ 但他场次很少哎、欸。他场次都在一些奇怪的时间，然后不知道总是要怎样。希望他可以开在一些比较正常的时间。4DX。比较少人，可是4D 不觉得应该比较多人看吗？ 4DX 哎、欸，很扯哎、欸，他的时间真的是太荒唐了吧？可能我不想看电影啊，所以我觉得那时间很荒唐，我无法看了看了。我现在都有 po 我去看火影的电影，还带了。他长的徽章，对啊，直接书包直接忘在家，这到底什么梗啊？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梗哎、欸，我一直知道那个图，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梗。就是照片，就是很可爱嘛。是吗？很好看。哦，就是这样吗？所以它不是一个影片啊。发现我是用自己的网络，难怪一直卡，好闹。
太卡了吧。可以了吗？他顺了吗？现在雷现在顺了吧？现在还在卡，我会发疯哎、欸！我知道为什么今天打的比较 no no。顺一下卡一下，现在嘞现在嘞，现在还是顺一下卡一下，现在什么？给我一个解释，叫网络给你啊，我要怎么？好可惜哦。还是吗？真的假的？那我没办法哎、欸，还是卡，等他一下。那我已经连到对的，反正看起来是绿的哎、欸。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个表情符号哎、欸，但我真的不懂。跟下班的交通一样，对啊，一直塞车，狂塞，狂塞猛塞。大家不觉得塞车很迷吗？塞车就是一个迷样之事啊，就是为什么车多就会塞车，我觉得很怪了。就是明明不要再用了，我都说我不懂，还一直用。为什么？我好像跟是这，因为我睡了一个下午，所以我好像跟这是有点隔绝。为什么？下雨也是，对啊，为什么下雨就会塞车？什么意思？你说耶诞城吗？现在吗？现在又还没25号，不是25号才会去吗？真的假的？现在吗？不是25号。大家都很喜欢提早过节，哦，灯有了是不是？哦，是今天哦，酷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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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喵喵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是车多吗？对啊，可是车多为什么？就如果车多，然后都有顺顺的过红绿灯的话，那就不会塞车，但车多就会塞车啊，你懂吗？就很怪啊，不觉得很怪吗？真的是未解之谜耶，他怎么从小到现在都没解这个谜？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谁在讲谁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你跟我讲他们怎样，我也不会知道哦。要你们跟我说，他们知道。是哦，是哦。是吗？你是认真的吗？给我们发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那个刹车是认真的，是真的是因为刹车所以才塞车，真的假的？但大家不觉得拍，开玩笑吗？大家不觉得拍灯就是怎么讲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我还没有体会到灯的美好，就是我体会到我家电的美好，但我没有体会到圣诞灯的美好。对，因为毕竟我也是一个很讨厌人很多的地方，所以我真的我觉得会去的大家很好啊，就是自己过自己想要过的节。对，你哪次不认真？你每次都不认真。对啊。所以到底为什么？是因为所以真的是因为塞车、喔？我看到哦，是这样子哦、喔。哦，哇，新知识哎、欸，新知识。
哦，所以不是，不要再卡了，我要疯掉了，到底是怎样？好烦哦，我去看一下是怎样。哦，今天真的不是我的 day 耶。如果全部有，真的假的？好酷哦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！谢怀怀一来就送怀包，谢谢。红包怀包 ，fine。一对的，我们并不是在说这个，好不好？大家这到底是怎么样？大家的思想是怎么样？这样是可以的吗？你的家，你周围的人不会被你所困扰。好像是我这边的问题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今天好像有点不太顺，所以先跟大家说抱歉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已经换到是正常我之前连的 WiFi 了，所以请大家就包容一下，今天可能会有点卡。为什么好烦哦？我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哦。好想生气哦。如果没有看很久可以试试重开，不过前段时间就不错。前段时间啊、快疯了，快疯了。我的网络在等红灯。总是会有那么一两天不是你的 day 啦，可能今天真的不是我的 day。他在告诉我今天什么事情都不要做，没办法，我还是要跟大家直播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可以给力一点，好吗？我的网络，啊，真的是对不起大家耶，大家真的是非常抱歉。我自己知道看直播卡的话有多不爽。播20分钟哦，所以我今天我已经播20分钟了，所以我反正我重开嘛，还是。
什么时候才会用得到？超好笑。你可以，我帮大家想一下那个 TF 到底什么时候用得到好了。可能你跟别人约，可能怎么下午几点几点，然后在哪个捷运站站，然后就说几点几点在哪边，然后别人就回 OK， 然后你就传那个、啊，超好笑哎、欸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我觉得这个使用时间还不错啊。哎、欸，而且这太讽刺了吧？可以吧？我觉得我的使用时间还不错啊。播二十分钟了 ，OK， 那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好像就是播到八点，哎，我想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我是六点多，播到八点半，对，不要这个 ，no， 看要用什么好呢？啊，用这个好了，这个比较适合今天吧，比较居家的感觉，不知道乱讲的。哦，这是什么酷东西？超丑的。谢谢。谢谢，二十一分钟，没关系，一分钟我就让他去了。谢谢怀怀的，我是闪亮蓝星星，闪亮闪亮，虽然不是用在这里的，小青粉不要，小青的粉丝叫教徒不要骂我，谢谢怀怀。杨秋，那你很会用哎、欸，那你很会用。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啊？讲到塞车，讲到塞车。我妈那时候，因为我妈就是对我很好，她就会载我嘛。然后就是塞车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会很不耐烦。然后我妈那时候就说，到底是为什么会塞车？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会塞车。所以我学到一个新知识，可以跟我妈分享。会塞车是因为就是有人比较慢哦，或是因为就是前面的车子先就是看到前面的车子启动才启动，可是如果不看到前面车子启动就直接启动的话会撞上去吧，很危险耶。不是这样的吧，不是这样的吧，爱你哦。OK， 结束的时候声音怎么有点去，而且大家想要听我这样讲话，这样讲话我们真的是不反感喂。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状态是怎么样。谢谢小啾的直播守护灵，谢谢。前面要左转，然后待在右边，什么东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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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说一次，什么？路口左右转。哦。前面要左转啊！前面要左转，然后待在右边的右什么？待在右边的右转的待在左边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前面的要左转，然后待在右边，但是要右转的待在左边。哦哦哦！然后互不相让吗？是吗？是因为互不相让的关系吗？啊对，他就是开很慢。前面走了，后面还不走。哦，可是基本上都会离前面很近啊。就是我们的视角都是前面很近，你知道吗？就
就是离前面很近，然后就一排就这样，就很疯啊。嗯，对，花式呗，还要加一个花式，那你们是很会夸式哎。左右转车，哦，可是等行人先生本来就是应该的啊，不等行，我都会。如果车跟我就是让我先走，我都会跟他点个头，谢谢他，是你让我先走的，我会这样，然后再走。我是不是很有礼貌啊？我是很有礼貌的人。谢谢帮也要这么有礼貌、啊，谢谢帮的，谢谢帮的宗旨直白就是有礼貌的。他说跟你是，超好笑的，超好笑的。哎、欸，米索菜贡，米索菜贡啊，米索，哎、欸，什么东西超酷的？谢谢傅伟的香槟粉色特别版，谢谢。还是米索已经，米索已经跑了。哦，可是你等他过，然后你再开，不是也就一两秒吗？还是一两秒会喘呢、啊？可是，一两秒喘也是那一台车的一两秒，也不会喘很久。怎么好笑啊？好好笑 ！Hello Hello， 直接那样很有压迫感，不觉得吗？没有。要跨车道。不行，这已经牵扯到专业名词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理解了。刚刚有人得出电脑开车就不会塞车，我有看过一篇文章是，就是，哦，这个没驾驶聊天，那我真的不是，我是有看过一篇文章，然后他写说，就是因为 Google 就是有在弄怎么讲自动驾驶的。东西就是这个产业嘛，就是有在发展啦，然后但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个文章讲的还蛮笼统的，因为其实那个文章是英文，就是其实他也不会用太艰深的，因为其实我也会看不懂。对，然后反正是在说就是现在的发展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他有讲到，就是反对的人是，就反对自动驾驶的人是觉得会有骇客，就是骇进车子，就是跟骇进电脑是一样的道理。那就是其实讲到自动驾驶，就会想到这个问题的，对啊，不知道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？我是觉得自动驾驶其实也蛮酷的，但我没有。看过，我好像没有看过自动驾驶车。嗯，现在可以自动驾驶吗？现在自动驾驶车可以上路吗？我真的跟世界很遥远、欸。一两秒传到后面，可是，一两秒传到后面，一两秒传到后面，但是有超级烦。超级烦哦！现在还不行是不是？半自动的哦。我要讲哪里啊？超级烦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刚刚讲哪里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讲哪里？算了，不重要。哦，骇进车子，就其实这样子的怀疑也蛮有道理的。就是也不也就是一定会有反对方的，真的就是正啊，算了，我现在智慧量有点少，中文智慧量有点少。哦，对啊，哎、欸、对耶，是要跟他拼力气嘛，然后你的方向盘就断掉了，这样。对不起，这好像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，对不起。方向盘就对啊，是可以跟他拼力气的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如果他害进去，然后你手动跟他开的话，是可以的吗？会这样会出车祸吧？可是这样会出车祸吧？这样好危险、啊。
有啊，长长超讨厌的。辅助、喔，对啊，然后一直看到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哎、欸。我开车会容易生气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但是我现在好像没有要考驾照的想法、欸，就是两个都没有。我很期待王一嘉要上路的那一天，然后发公告给大家，一嘉要上路喽，台北市小心一点哦之类的。相信我觉得很好笑。没有啦，王一嘉我爱你哦。站这种，哎、欸，好酷哦！哎、欸，我一直很想要被货车载，不是说被货车，就是坐在货车后面，但那是不行啊。就是在乡村，你懂吗？一种浪漫的感觉。今天的天气很浪漫，大家知道吗？哦，今天台北的天气很浪漫啦。今天北部的天气浪漫是吗？北部的天气浪漫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所以是不会发生车祸这样。雅安上雅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雅安考驾照了吗？雅安上路应该也要告知一下。我希望我们团的上路都要告知一下，小心哦，人民小心哦，我上路喽之类的。哦，真的是先不要哎、欸，我会害怕哎、欸。没有柏林应该不用，对。但是一家可能要。电子，等一下，你真的太多专有名词了，我真的是无法哎、欸，太多专有名词了。已经不在我的涉猎范围了，我知道很，我根本没有涉猎那一块，我就是浅浅的了解这样，可能根本没有了解，不知道。啊，对啦对啦，不是很熟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不是，大家到底在想什么？大家的脑袋可以正常一点吗？大家的脑袋请正常一点好吗？大概跟宝宝一样，真的、哦。嗯，那就是零啊。哎、欸，还是其实有大力士宝宝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什么零？什么零？什么意思？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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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懂我在说什么？对啊，很浪漫哎、欸。哦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小发财，但就是反正就是那种，然后在乡村，然后天气很好，然后就是可能有一群朋友，然后坐在后面，然后就是哇，就很浪漫。我觉得我很浪漫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我意外的还蛮浪漫的，但有时候又很不浪漫。哎呦，才有的味道了。嗯，那不在那个想象里面啦，对。好乖哦，好乖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哦，是哦，我不知道那个车的可爱昵称什么，原来它的昵称那么可爱吗？小发财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叫小发财、啊？太可爱了吧。嗯，你是你认真，但那时候你是他的现男友不是吗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帮现男友搬家也是情合情合理啦，虽然已经 break up 了。真的假的？他考三次哦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其实不太对啊，我不太清楚大家成人就是考试到底是如何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你的感情线也太丰富了吧，太令人好奇了吧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真的假的？什么、啊？那你人也太……那你人很好哎、欸，大好人。什么意思？哈，什么意思啊？是分手后还当朋友这样，好酷、喔。但其实我对这方面真的是完全不了解。汽油火车，汽油，
什么？所以大的是，就是那种很大的蓝色的，像是修理玻璃那种，就是柴油是吗？然后小的就是汽油。什么意思？我看不懂你们的数字是什么意思、欸？同班同学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所以你们那时候，等一下，我刚才讨论回来的感情之后应该不太好，我们跳过这个话题，涉及个人隐私，好不好？看上去做一次就破，会吗？我很期待、欸，不会吧？我很喜欢高的地方、欸，我发现，我很喜欢往高处走。但爬山可能就是另外讨论这样，但就是会喜欢高的地方。我想要去跳伞吗？跳伞、蹦极，就是那种极限挑战，我蛮想尝试的。大家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不要这样子，因为那群一开始就秘密发，真的假的？好酷哦！爬个硬，我膝盖坏掉，大家，我膝盖不太，哎、欸，大家说我膝盖不太好吗？我好像有讲过我膝盖最近不太好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抱抱？哦，你说跟怀怀吗？安慰抱抱，嗯，怀怀，杨秋跟你抱抱哦。嗯，酷。可是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柴油跟汽油到底有什么差别，它们味道有差吗？其实我还蛮喜欢汽油，石油是石油吗？就是加油站的味道，是不是蛮怪的？对，我蛮怪的。对啊，我蛮怪的。不喜欢前往，不是，就是你懂吗？爬山的话，不要太累都还不错。就是其实我也还蛮喜欢大自然，但就是像是我也想要去屋顶的地方，就是我喜欢屋顶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好，屋顶啦。差很多、哦，搭船哦，那个是柴，那哦船是柴油是吗？我刚刚跟你讲我晕船，但我真的晕船，我晕船、晕车、晕飞机，我就是都会晕哎、欸。我有时候还会晕公车，我很容易晕车，晕船、晕车、晕飞机，要不要可以吗？现在又不能，现在又不能那个，不觉得很好玩吗？就是觉得人生一定要晕机车吗？要怎么晕机车啊？请问一下。可是你们知道地下室的味道不一样吗？地下室每一个地下室的味道是不一样的，有些地下室就不是很好闻，但有些地下室就很好闻。室外机什么？涉猎专有名词哦，涉猎专有名词。飞机的味道我也不喜欢，机场的味道我也不喜欢，机场就是有一个机场味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懂吗？机场有一个机场味，机场就是有一个机场味，哦，真的、哦？为什么？啊，那我就会晕吗？哎，忘记，等一下。谢谢金宇宙的香槟 level 2， 谢谢金宇宙。玩梦中会晕吗？不会，但玩咖啡杯会。哦，我坐摩天轮好像会，但我不知道我现在坐会不会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可能校外教学有坐摩天轮，然后超晕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超晕，可能太闷吗？摩天轮很小嘛，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坐过摩天轮。但是现在不知道，现在还蛮想玩摩天轮的。地板透明那种吗？我觉得应该是空气不流通啦，地板透明我很开心。
哦，我很喜欢坐缆车。大家如果心情不好的话，推荐猫空缆车。我觉得猫空缆车真的是很棒哎，就是哦，然后你不恐高啦，然后你不恐高，游览车晕爆，游览车晕爆哎。哦，维修照真的假的？好吧，那没办法，大家心情不好的话，看看我们吧。缆车很棒哎、欸，就是会龙，就是俯瞰高空，透明缆车跑跑很棒哎、欸，超棒的，超喜欢。Very good。之前西奥宝剑是真的假的？嗯。我还在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我跟大家说，我看到一个影片，然后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我不知道这是恶搞的还是真的，就是好像是日本吗？然后有一个摩天轮，我不知道这还假的，反正就很好笑，就是摩天轮转超快，然后两个车厢直接飞出去、欸，应该是假的吧？因为那个飞出去是会闹人命的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但它真的飞出去、欸，就是那个摩天轮转超快的，应该是假的吧？应该吧？还没吃晚餐，大家吃晚餐了吗？每人家有对啊，每个人，但大家就是自己闻不到自己的味道。我已经开20分钟了，对，一直要提醒自己，所以我要减20。好，对啊，每个人家有味道不？自己闻不到自己的味道。嗯，机场不是机场不是需要毒蛇的味道。机场是有好闻的吗？有啊。捷运进站那个风的味道超赞，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没有到超赞。是真的、喔？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、喔？真的假的？阿友出事吗？我那时候看到想说，真的吗？因为他就是太不像真的了。我有去过吗？哎、欸，我有去过吗？我忘记了耶，我忘记了耶。12月中才修完。可以待很久，对啊。然后你就花一整个下午、一整天的时间，然后你就可以坐猫空缆车，然后在那边，你就可以在，而且你在猫空缆车里面，其实你想要不要做违法事情啊？就是你想干嘛？其实你。就是不要跳动，哎、欸，不要跳动嘛，对啊，我不要，就是你可以放音乐啊，看书，然后或是看风景，很 chill 哎、欸，很浪漫哎、欸，尤其天气好的话，超浪漫的，自己一个人的浪漫，大家有体会过自己一个人的浪漫吗？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浪漫的、啊。来回乌门的小包会晕吗？有几次有晕过。真的假的？我有去过吗？我忘记了耶，我真的忘记了。谢谢阿 Kila 支付的守护灵，谢谢。小学校外教学排斥看，哎、欸，这是噩梦哎！天哪，你的老师没有阻止他吗？你老师没有？你老师不怕你不见吗？老师自己加一个可爱是怎样？我现在才发现，等一下，你老师没有，你老师不怕你不见吗？应该不会这样吧？一般来说不会这样吧？机器坏掉是真的，不要啦，这样子到时候这个出事你要怪谁？浪漫30年。看书不会晕车吗？可是缆车还好吧，但我也没有认真在缆车上面看书，只是我觉得这样做应该还蛮舒压的。我跟花枝那时候哦，就是去动物园啊，就是为了看小熊猫，小猫熊。对不起，我最近也没有搞得很清楚，反正就是那 Red Panda， 我们叫 Red Panda 好不好？这样就不会有就是搞混的问题了。Red Panda。就是为了看 Red Panda， 我在那里站了快3分钟，然后华子在后面等我，
超好笑。然后看完就是还有时间，然后我想，那我们是搭猫缆，就很棒啊，就是那很棒哎、欸。因为想不晃会被床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歌词吗？自己一个人爬到枕头上，好亏哦，亏哦，亏。假日当然不是说这个，我说自己一个人放假的时候啦。但是你哦，对啦，本来想安慰你，想说自己一个人在公司加班，就是你可以播自己想听的音乐啊，然后悠闲的处理工作。但想说可能也不悠闲，还是不要讲好了。自己一个人做 K 牌，不要再删下，不要难过吗？这次不要难过了，我们都会跟你们打招呼啦。等了十分钟，什么都没有，那真的是运气问题耶，人品问题，没有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你在喝醉里面，可是企鹅馆超多人，真的没去耶。我有去看吗？我忘记了，有吧？有吗？忘记了哦。然后花枝在看海獭啦，他看海獭看很久，然后我看小猫熊看很久。但其实自己一个人真的，虽然你们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好像比我长两倍多，但是哦，但是两倍没有到多，一倍两倍两倍。假如我现在15了，虽然我已经17了，就假装我现在15岁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，可能时间久了我也不会这样想。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一个人，就有时候没有朋友陪吃饭，或是我自己一个人看电影。自己一个人吃饭、哦、我跟大家说我自己一个人去吃寿司郎了。我跟大家说过我自己一个人去吃寿司郎吗？其实真的没什么、啊、就是没关系，就是很好啊，自己一个人很好啊。因为朋友有事啊，像是一家可能那些要工作啊，或是什么柏林可能有事之类的，然后可能高一点想回家，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吃饭。水獭还是海獭，就是其中一个啦，就是会抱贝壳的那个、啊，会抱贝壳然后在里面飘那个，真的很可爱。它不是哦，等一下忘记了，咖啡色的，咖啡色的不是抱贝壳，抱贝壳是白色的，咖啡色的，咖啡色的还是抱贝壳是白的，随便啦，咖啡色的。没有啦，只是企业馆很多人很多人就是先 pass， 先 pass。好学劝他，好嘞，好酷啊！然后嘞，很好啊，没什么不好吧？抱贝壳的海，我不知道啦。对啊，一个人都不用排队。走进日不爱什么，干嘛害羞？我就是自己一个人，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害羞？自己一个人为什么要害羞？我觉得就是，其实真的。就是其实你自己一个人，别人不会怎么样啊，就是他也不会，就是没有人会看你啊，没有人会看你啊，就算有人看我又怎样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啊，本来人都是自己一个人的。我会就是刚刚说我一个人，然后他就给我号码牌，然后我就去吃饭。然后我就看手机，看《荒唐分局》，真的很好看。看奶奶，然后边点餐的，然后吃完就走，就是很有效率啊，很有效率哎。吃寿司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吃寿司，很好啊，自己一个人吃寿司也没什么不好。一个人吃会不会假？真的假的？杨秀也太强了吧。对啊，没人会管吧，就是大家都只在乎自己啊，就是对啊。我有自己去 KTV 过吗？没有但我曾经有想过，但是那样好贵耶。首先钱是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吃寿司的话钱不是一个问题，大家知道吗？但就是如果就是对，我讲什么？我讲
但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 KTV 的话，就会比较贵啊。是他会帮我加眉毛吗？哎、欸，他会帮我加，他没有帮我加眉毛，是我的眉毛很粗哎、欸，我今天没有画眉毛哎、欸。那随他、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其实反正就是其中一个啦，咖啡色的，咖啡色的。搞错水他海他才会生气，跟以前的我一样啊，搞错小熊猫跟小猫熊会生气，但我现在不会了，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，差点总有一天我也搞不清楚，你就等他那一天吧。OK， 哎、欸，我也有在想要不要去吃一人烧肉、欸，哎，但听说那一顿分量不多，但其实我也不需要分量很多，但就是不知道。OK， 一个人有比较快，但那时候刚好是就是吃饭的吃饭时，就是吃饭巅峰时期的前几分钟，前十几分钟，所以人还没有很多。反正那时候就不是吃饭时间啦，所以人还好。但是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呢，就开始人变多了。为什么要加100块？太不人道了吧？太不人道了吧？为什么啊？然后到店哈，那你很坏耶、欸？干嘛、啊？太累了吧？吃个饭还要演戏，干嘛那么累啊？就一个人，就一个人，有什么好？有什么好不行的？有什么好那个的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披肩。因为是高级餐厅嘛，哦，会。眉毛，哦，真的吗？视觉问题。对啊，我以前也会上次玩一家讲错，然后我就会跟他生气，我就说是小猫熊，然后还是小熊猫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发在哪，就说哦，抱歉。有那么冷吗？很冷呢、欸，很冷呢、欸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哦，酷酷酷酷酷酷酷，那就换另外一家吃啊，除非你真的很想吃，真的很想吃的话，就是只能忍受那100块。然后小猫才不会啊，那么可爱，它生气也可爱。第一次一个人去问说，一人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是被要加钱是吗？啊，心都冷了，你的心也太容易冷了吧？你的心也太冷，就换一家吃啊。换一家吃不好吗？换一家吃不好吗？哎呦！太阳早地是怎样？是怎样？这个真的不是很好看呢、欸。但是是好玩的，闪亮星，闪亮闪亮，照图不要盲摸，闪亮闪亮，耶！这个很刷宝的感觉，真的很刷宝哎！杨硕，你干嘛这么注意气？你们现在两个直接去护证事务所，很 local 啊、哦！对，很 local。好想念笑唱哦，好想笑唱哦，笑唱好玩。
好想笑唱哦。笑唱超好玩。那时候是什么时候？笑唱一年了吗？笑唱多久？我试试吧。没有，我看得到。哎，我看得到吧？我不知道那算不算，就是我看得到啊。一年了，一年了，一年了。我坐车的时候，有时候晕欸，有一两次，其实也没有多多，大概一次吧，一两次的，一次吧。但好像没有那么长，因为我们都在睡觉，不然就是在干嘛，在弄哦。我哎、欸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。李佳丽搬了一整台笔电上车，因为其实我们坐车要坐很久嘛，然后，哎、欸，对，然后品涵嘛，还是不知道谁就问说为什么你要带笔电上来用的，他说、哦、我想说就是可以用很久，所以就是因为要坐车坐很久，所以就是设定一下，就他就直接搬一整台笔电，然后上车设定那个笔电，因为是新的，超酷哎、欸。我印象很深，因为超好，超酷的，一整颗蛋糕，不是啊，是一整台笔电了。他带笔电就是要设定啊，我刚刚不是讲了，Hello， 我不知道什么颜色哎、欸，我忘记了。谢华的真情告白，你真的没懂了，好 ，OK。我觉得很好笑，好，可以去各地参观，不是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去年上疯狂加班，今年变悠闲结果。笑声好好玩呢、欸。就是很棒，笑到叫我唱戏了，很好玩的行程。一年了耶，好可怕哦！大家有意识到今年要过完了吗？好可怕。啊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们真的会去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是觉得。就是不要造成他困扰就好了。我平常在真的会讲话哎、欸，龙鳞，好可怕、啊，三年了，跟情味变满级。玩到没有啊？但笑唱那个行程就是一个很，我自己觉得很棒的行程。就是不一样的工作吧，有趣的工作。上上不认识哦，对啊，司机大哥请我们吃甜甜圈，司机大哥人超好的，司机大哥人超好的。很有趣，上上很有趣吧。哎、欸，不是我，不知道是谁哦，不知道是谁，不是我。我想讲一件事情，但我忘记了。我忘记了。哦、oh, ，对，今年要过完了。但大家不要担心，虽然我的目标是今年前出完我的 cover， 但是真的是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行。哦、oh. ，
所以大家就算今年前没有出完，我还是会出，好不好？我不会忘记这件事情，我不是这种不守信用的人。但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不确定今年到底能不能出。你都买来吃。我的 cover 会先出，还是蔡安的万人？蔡安的万人追踪为什么？蔡安万人追踪要发什么？所以你们先忘记，那也蛮好的啊，直接给你们一个 surprise。给你们一个 surprise， 他们不是发了 QA 吗？不是那个吗？他还有一个计划，怕放一年了，不是不到就是迟到，对，就是我们就是都对，不是不到就是迟到。为什么是14000啊？不应该是15000之类的吗？妈，那他好像欠你们很多东西。杨加油哎、欸，撑住！杨加油，帮你加油。怕大家有忘记，没有，我是不会忘记的，我自己记得很清楚。所以你就是想要用高品质一点啦，然后拍的画面也想要好看一点，就不知道怎么拍比较，可能要去宿舍跟一家借一下，欸，不是一家，是小晴，跟小晴借日落灯，然后请小晴或是一家长镜之类的，不知道，还在想，然后就是不想用手机直接录 ，GoPro 是怎样录 cover 要用什么 GoPro。就是想要用比较高级的器材吧，比较专业的器材，不是比较高级，应该说比较高级的，对，是你有弱的是不是？你要用吗？你用的吗？对，就是想说可能用比较专业的器材，如果让音质好一点，虽然我不知道手机播出来会不会有差或是没差，是吗 ？GoPro 不是会弯弯的吗？我不想要弯弯的啦，用手机录就好了吧，用手机录画面就好了啦，是声音音乐的问题，配乐的问题，对啊，器材也是还要再找啊。你之前那个是叫 GoPro 吗？这可以讲吗？这可以讲吗？我忘记有没有用 GoPro， 但反正还有用另外一个器材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这个会讲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它是小心微妙，小心微妙，小心微妙。GoPro 是怎样？换你吗？哎，错颜色。台灯，太酷了吧！你要拿来买干嘛？你买来干嘛？对，我觉得还是小心为妙了。我不想要变会议室小公主啦。我忘记有没有用 GoPro 了，但我印象中应该不是 GoPro。对，可以陪一家吗？不要啦，一家自己待得好就好了啦。哦，小天买的哦，我靠，小天开箱，哇，放手上，那你买来干嘛？你买来干嘛？你要拍黄梅照啊？好闹哦。虽然说就是刚好像买同款很不错，但是你买干嘛？你要买来拍照吗？那你买来拍照的话，还蛮好的，很棒很棒。还是你可以买来，然后照我们的周边，这样会好看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可以试试啊。很棒吧，但我还蛮想看，如果你真的买来帮自己拍照的成品。什么鬼啊，真的假的？认真耶，要认真耶、哦、我跟大家说，我不是万圣节想要办，就是想要有牙齿嘛，但其实已经太晚下单，就是已经
下单的话，万圣节已经破，然后就买了一个，就是一个牙齿，就是那也不算牙，反正就是一排，它是直的，然后它只有三颗，然后旁边两颗牙齿，真的是智商税，不要觉得它装得进去，它完全卡不进去，它就不符合人体工学啊，它就是一个一片直的，然后还只有三颗牙齿，但这边就已经一二三四四颗牙齿了，就是。不是很懂，买回去的人应该都会很生气吧？虽然它才十块还是两块，应该不是两块，十二块吗？十二块，然后就是我买回去想说，而且它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塑胶材质，荧光塑胶材质，是非常荒唐，那个产品非常荒唐。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，可以试试看。如果你也想要体验戴不进去的牙齿的话，可以试试看。完全智商税啊，他连十二块都不值。驼背脚这些还团购，真的假的？哇，那你们是都不是你们买那个真的会用吗？一听就很智商税啊。太会猜了吧，太会猜了吧。买错的颜色的台灯真的超闹，一百二都买，它已经被我修到只剩下它那两颗，但其实那两颗我也没有用。对啊，怎么会三颗？超闹的，真的超闹的。我怎么看？我想说，真的装得进去吗？可能它是三颗牙齿做的比较，就是可能空隙可能 OK 之类的。没有，不要帮他找借口，不要帮他找借口。变成一个小夜灯哦，酷。那还是有在用啊，很好啊，至少不是让它长灰尘。Very good, very good。结果我的吸血鬼还是没有办成功，那种算都过。然后又要圣诞节，那圣诞节其实也不知道干嘛吧？哦，圣诞节要发圣诞节的生前业配，对，但还没出。跟大家说，十月的。欸，十一月的吗？还是十月的？十一月，就小鹿的森林精灵，森林精灵很好看哦，真的看，前几天签完，very good， 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的声线真的是品质 up 哎、欸，真的是很好看哎、欸。至少要指定我一下吧，我真的很好看。我看到是，是谁在我旁边啊？我就说，我好正哦、喔，很好看呐、啊，很好看。十二月我还没看到哎、欸，十二月还没发不是吗？不要想套路，我不想当会议室小公主哎、欸。钱包没有跟着 up， 真的是很抱歉哎、欸。对啊，很好看吧？服装也是，大家想想看那时候的格子衬衫，格子衬衫啦，对呀、啊，就是哦，格子衬衫，牛仔裤，紧身低腰牛仔裤这样子。太花了，还好吧，直男。等一下，我直接骂粉丝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还好吧，很好看呢、欸。明明超好看的。我真的觉得超好看。完全不会太花，完全没有太花的问题啊！
完全没有太花的问题啊，超好看好不好？但每个审美不同啦，没有办法哦。FL 比三审美好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觉得都很好看哎、欸。你是说背景吗？还是人？哎、欸，是人的话很失礼哦，坏坏。是人的话很失礼哦。是人的话很失礼哦。英国人哪是？嗯，回收再利用不好吗？回收再利用不好吗？你不要在那边转移话题耶、欸。还好吧，我觉得都很好看啊，太失礼了吧？太失礼了，太失礼了。虽然我好像已经被你们失礼到没什么感觉了，太失礼了，花花。失礼，你这时候要你要否定啊，差点讲出更失礼的话，差点讲自己，差点自己失礼你们。不行，太失礼了吧？你这样真的不行哎，你这样真的不行。偏糟糕。不行啦，我的失礼的话不是真的失礼，是会走心的那种。不行啦，我已经预想到你们会走心了，所以、不要。天哪，你不可以，你气到不知道说什么，你不可以说这种话、啊。业配照比生肖好看，这种不行啦。别想，大家真的别想哎、欸，这种话真的不是可以随便讲。不行，你要否定啊！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肯定了？太糟糕了吧 ！Terrible！Terrible！ 不要啊！大家越在我这越不想讲，超烦的。不想讲，不要讲，我不要讲啊！直男吗？现在直男，我自己觉得直男是有点，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微负面吧，因为直男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种不懂女生心思的感觉，但其实不懂女生心思也不一定是负面的啦，就是他可能也是一个事实。本人最好看吗？好了，原谅你，容易吧？根本心胸如大海，心宽如大海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心宽如大海，就是我。我会说 OK 哦，那我就不讲。给我一个解释，直男一定要被热咖来说哎，直男自己就喝热咖来说啦。直男加油哎，直男加油，直男加油好吗？加油好吗？直男加油好吗？真的是 Oh my， 直男都直男在游就完蛋了吧？对啊，可是没有，你们知道其实适当的游就不叫游吗？是游是那种。油是那种太多，油到太就是适当的油会说是有情商吧。这其实我觉得油不一定是，哎呦，油不一定是
坏事，但是如果被说油的话，可能就是有点太多。风趣，对对对，轻，就是会讲话吗？可以这么说吧，适当的油啊。适当油可以算是撩，嗯，可以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对这方面真的不是很懂哎、欸。应该算是吧，以我的观点来看，我觉得适当的油，适当的油算是撩啊，可以可以这么说。你都喝热奶茶 ，OK OK， 太突然了吧 ，OK 没有没，等一下，差点要让你们走心了，差点要让你走心了 ，OK， 你那是照片在好像比上真人，那你要讲清楚啊，讲清楚，好好好，你这有没有？我没有说你很油啊。哦，这个太油了，阿胜你太油了吧？阿胜太油了吧？所以我就觉得不会啊，蛮喜欢的。但是阿胜这种就不行。怎么讲？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是讲真的称赞的话，那不算油，但是就是那种什么，像这不是，就是土味情话那种就算有吧，对啊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就我知道你不是在有啦，但就是偏有，但很好笑。我的话变长了耶，这要看明年的，今年是不太会变哦、喔，因为今年公司照就是没有改变，对，一直都是真诚称赞，好难念哦、喔。真诚称赞，真诚，真诚称赞，真诚称赞。但今天还没过完啊，大家，今天还没过完。不要让我再去会议室了。大家是有多想让我当会议室小公主？我不想当会议室小公主。大家不要让我当会议室小公主，好不好？请大家不要让我当会议室小公主。会议室小公主一个人就够了，容不下第二人了。最后只是觉得一家很寂寞。别闹了，别闹了。哦，真的吗？花柱内心是怎样？超好笑。真的吗？那恭喜你耶，祝你再减十公斤。这个不确定哦，不确定哦。这每个月都不一样，不确定哦，无法、哦、无法。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接到，没有接到真的是不要走心哎，大家走心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大家走心真的是个人造化问题哎。哎，你做的图真的是很有趣哎。等一下，我这样笑是可以的吗？但我觉得太好笑了。我真的是会选右边的，大家真的是赌场位置不好，不要不要，一家赌场会是很好啊，让一家赌场会是好不好？让一家赌场会是啦一个人的会是真的是不要乱来。我不是，我觉得不是说走回来或怎样，就是你们因为这种事情走心，就是。不是你们啦，就是如果有些人因为这件事情走心，就是我觉得加油好吗？加油好吗？大家加油好吗？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哦！加油啦！加油加油！而且我说真的，就是小偶像。要给谁也是小偶像的自由啊！你等又要等16小时，太久了吧，太久了吧，太久了吧？对啊，有什么好那个的，都会得到犯傻啊！有拿我的，有拿有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有拿应援物就会得到犯傻，基本上啦。反正我是这样啊，没有拿到也不要在那边走心哎、欸。不要得到没有得到饭菜，也不要走心眼，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几率问题，好不好？而且真的是没有小偶像，没有，就是这就是一个很不是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问题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本来
偶像的犯傻就不是应该的啊。不是说偶像不给犯傻是对的，而是说就是犯傻就是一个福利，福利你们懂吗？福利就是一个额外的东西，而不是它就包含在那个里面，不是。表演才是这个东西最重要的。如果有人因为犯傻，然后一直搞错动作，一直唱错歌词，那你们觉得 OK 吗？不 OK 吧，对吧？福利熊熊福利，好烦哦！哎，我跟他说，就是有英文吗？外国人听到，然后我朋友就是一直在学校在那边唱外国人听到的版本，那我现在为什么唱超好笑，超好笑的。方远才不是走心，对啊，你有很多跟彩带的故事，输给大家看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欢迎书写，欢迎下笔。你在山顶都会给隔壁观众犯傻，隔壁观众觉得很困扰，但是大家就是有怎样，然后偶像如果没有，像偶像没有回应，也不是，就是回应也不是我们应该，就是怎么讲，是真的难讲。大家真的自己去体会好不好？我自己讲真的是，我真的觉得太荒唐了，这是一个尝试的感觉。这样叫走心是想怎样？啊，人家是在看旁边啊，不要。你就慢慢等啊，总有一天他就是会，他一定会环绕啊，没有环绕那也是没有关系啊，环绕要不要环绕也是他的自由好吗？我不知道啦，大家的心态真的是 very difficult。 大山顶角落孤单寂寞，竟然隔壁观众真的觉得很困扰哎！我帮隔壁观众，哇，还是隔壁观众真的好闹哦，太闹了啦！好烦，太闹了吧？我觉得就是把会议室变成有，现在又加零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又加零了吗？我想要上次的那个，我哭的时候不要，超好笑，真的很好笑哎！我真的想到觉得很好笑，现在想起来，那是空色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有空哦，现在有空。OK 哦，我觉得大家要知道什么是，大家要啊算了，我觉得其实在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想讲什么了，就是有些人可能，对啊。那有没有吧？对啊，就是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加油，大家加油好吗？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是本来就应该要知道的东西啊，对啊，就是我喜欢一个偶像。一直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不会有其他的想法，就是真的就是他开心。
他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然后他开心，我也开心，哪有什么不好？有没有拿到很重要吗？不重要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知道拿到会很开心，但是那不是，就是，这是当然拿到，但这是一些幸运啊。你会觉得，当你拿到，你会觉得那是哦，我好幸运，而不是为什么我没有的感觉。大家有懂吗？我觉得我这个举例举得很好、欸，哎，就是是我好幸运，我拿到了，对，而不是说为什么我没有，为什么是他，为什么我没有这种。谢谢华华的终极守护杖1500，谢谢。这个比较可爱啦，你以后可以送这个，然后不要送那个 local 的特效组。OK。旁边有空位真的关，你们觉得？会吗？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，因为其实我看演唱会基本上是不会有空位了，但是点到了，旁边有空位的话，可以放自己的东西，很好哎、欸。可以放自己的东西，不觉得很不错吗？不觉得不错吗？对啊，就是，我真的觉得。感恩媳妇好不好？知足感恩媳妇好吗？大家知足感恩媳妇哎、欸。三个还可以躺，不要躺吧，会被赶出去吧？会被躺，会被赶出去吧？会吗？我觉得，我觉得有这种情况，我觉得其实不会，可能你会觉得，但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表演的一部分啊。然后你就是获得了这个，啊，不用藏啦。其实我觉得不用藏哎、欸，就是其实大家看到也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就是丢到就是丢到了，那就是你运气好，我们也不会。我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，就是你喜欢他，那很好啊。就是我丢的人不一定是最喜欢我的，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运气问题啊。那就代表那个人运气很好啊。就是，不用藏啦，我觉得大家不用藏。哦，对啊，哈哈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其实就是灯光蛮暗的，对，这是表演的一部分啊。大家是不会很尴尬吧？就是享受那一刻，你享受你那一刻的运气，享受你获得那个好运气，享受那瞬间。对啊，很好啊，不用尴尬啦。虽然好像跟你说不用尴尬好像蛮难，但就是享受那个瞬间，就是跟那个成员一起开心的。享受歌曲，享受表演，这样就好。这就是其实常散子的话，我会觉得很有趣，就是会很好笑，就是可能会偷笑出来。但不是因为，不是，就我们不，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，但反正我是觉得没有关系。但我觉得不要做的事情是，你接到那个成员的彩蛋，然后就是。好像很不开心，或是就是一直想要看别人的话，这样我觉得对那个成员是蛮有伤害性的，蛮有伤害性的。Hello Ring， 还在掉在地上，然后捡不到。接到周让给他的饭呢，很好啊，很不错，这个处理方式非常的妥当啊。
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接给他，他那个饭可能如果他有就是可能应援舞的话，那就可能不用示意，但可能如果没有的话就要示意的说哦，那是你的菜，这样我们也会看得懂吧，不然我们会想说是怎么样，你不喜欢我吗，太没礼貌了吧之类的。这我觉得是基本尊重的问题啊，就是如果你接到那个成人的彩带，就像你就是换位思考啦，我觉得大家要知道什么换位思考，换位思考一下，跟他收500是怎样，接彩带接不到，所以能接，对啊，这是真的是一个机会，你就是一个幸运的问题，所以真的不要太走心好吗，的渣、啊、一直在传递这，但我觉得我的直播间里的粉丝应该其实也不太会走心了吧，我猜走心的话就是大家个人造化了，好不好，加油啦，加油加油，谢谢 Rain 的香槟粉色特别版，谢谢。对啊，真的就是运气问题好不好，运气问题，五张卷也50张吧 ，Miso 50张吧。对啊，大家，我的握手会第二部，大家请记得要来好吗？希望可以出现数字啦。第二部的话就是能不用到玩手，不知道哎。当然到玩手也很好啊，当然更好，会很开心。但是可能出现数字，我就已经会很开心了。大家可以来跟我玩，但我相信已经在这里的大家应该都有来填了吧，还没有填的赶快去填好吗，像是我要直接这个篇有了啦，这个篇有了好不好，这种就不用讲 OK， 真的会打到头对方面那种很有趣啊，虽然可能会有点小小生气，但是不用难过，相信还会有下一次好不好，接过 Step 首度彩带，很好啊，有趣，新体验，新体验。谢谢志伟的真情告白，蔡雅真的是可以再灵尊一点的、欸，有没有礼貌？什么意思？我直接。哇，你们真的很不行哎！你们这样子超级不行的，就是说什么转移话题这种就，大家都很失礼哎。最后再发宣传文吗？我其实不知道最后期限是什么时候，最后期限是什么时候？对啊，因为我在想说我现在发会不会太早，但其实会太突然之类，我也不知道。1月12，可能发个2天吧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好，那两片已经打好了，可以每星期都发。每星期都发，每星期都发，想一下，昨天发什么吗？还没。刚才出现数字啦，出现数字就我就满足了。但是对啊，但是想会不会太早，不知道。第二步的目标是出现数字，就满足了。
希望大家可以，希望大家可以让我的第二部出现数字。没有在写的只有太晚，好好参考大家的意见，参考大家的意见。出现数字就满足，出现数字我就会很开心。回之前的问答，所以呢要卡一下。好，第一个是告白，告白瑞婷卡哇伊，谢谢，谢谢。第一个是一个很可爱的问题，不是问题，很可爱的回答，谢谢。然后第二个是说到我的主页，就是我的自我介绍上面是的字，对，有带给你能量真是太好了。对啊，就是带能量，就是太好了，所以希望以后也可以去带能量啦。对啊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很多能量，就是做这份工作，会长得太真实，做偶像的都做这份工作，听起来就很真实，做偶像的。最开心的事情带给大家能量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最近过得好吗之类的？我不知道哎，就是大家问这种问题，是想要听到我负面的回答吗？但是我觉得没有，是之前的上礼拜的。但是我觉得大家，我不知道，我希望大家不要，可能就是不要想问什么我们自己。的负面情绪，因为我觉得偶像这份工作不是会把负面情绪带给大家的工作，所以我不会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负面的东西，所以大家问我负面的东西，我不太会回应，所以之后也可以不用再问这种问题了哟。对，那我最近过得好吗？一直都过得很不错哟，希望大家也一直都过得很不错哟，好吗？大家也要一直过得不错。对，觉得。大家不用想要挖吗？就是想要听我们说什么最近过得不好之类，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喜欢。我觉得偶像就不是会讲，就是偶像不会把自己的负能量带给大家了。偶像本来就不是这种工作。我自己对偶像的定义，所以我不会把负能量，所以我不会分享我生活中的负能量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问这个问题。再来就是之后的问题，好。好，再来是有人说看了我的公演，看了我现场之后心情都变好了，很开心，很开心自己的表演能带给你这样子的效果。希望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来看我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吗？对。然后再来是公演的时候喜欢听到大家喊什么，大
家喊我的名字，我就会开心了。听到大家有喊我的名字，我的应援，我就会很开心。对，天使，天使也会开心。对，天使、瑞婷、卡哇伊，对，直接唱一家的歌。天使、瑞婷都会蛮开心的吧？喊天使或是喊瑞婷，然后喊我的应援，就会很开心。麦宁卡哇呢？谢谢呢。麦宁卡哇也会开心啊。大家如果接到，但如果有人喊瑞宁卡哇，那没有人接的话，我就会想说，但如果有人接的话会开心。谢谢呢，谢谢也会开心啊。但是你要突然喊谢谢，可能会有点怪，就是可能在那个自我介绍完喊谢谢会最好，最好的时机是在自我介绍完喊谢谢。绝歌曲啊，你可以喊绝歌曲，我会帮你喊绝歌，不要娶她，但也不一定，好不好？对，大家有喊我的名字，或是喊天使，或是喊谢谢，就是喊我的应援之类的，我都会很开心的。有听到大家喊我的应援，就会很开心了、啊。有关我，对，或是。就是歌曲的时候，大家的应援会让我很开心。OK， 再来是下一题是，好像是天气冷的时候会想要吃什么？天气冷的时候会想要吃热豆花。天气冷的时候会想要吃热豆花。然后。党徽，没错，党徽。然后就热汤吧，会想喝热哦。我跟大家说，就是其实我以前去饮料店的时候，去咖啡厅之类的，其实我是不太会点热饮的人。但是我最近跟朋友去咖啡厅，然后结果我就会想要点热饮，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就跟花枝说，我好老，我在喝热的、欸，然后他就狂笑、欸，他就狂笑，他就觉得喝热的就很老，很好笑。但就是会有一种、我老了的感觉，知道吗？就是，我平常都会买多少钱？就台北市价、啊，台北市价贵耶。等等就可以吃热豆花。要目前正在减肥 ，ING。现在这礼拜吃的比较那个，很下礼拜就会吃热豆花。我一直很想吃，下礼拜就会吃，下礼拜吃给大家看，不知道有事再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喝热的错了吗？就很好笑啊，就是会觉得，变老了，是成熟，对，是成熟。然后喝无糖会感觉很老吗？可是我都喝无糖哎、欸，我从国中就开始喝无糖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从国中就开始喝无糖、欸，无糖不会吧？无糖就是健康，热的话就是有一种。变老的感觉，无糖是健康啦，对啊，这是偏见啦，个人偏见，个人偏见，没错，这是个人偏见，这是个人偏见。最后一题，看一下，好，我烦恼的时候会想要做什么？睡觉。我跟大家说，我的偶像有说过，就是我的偶像有分享过他们喜欢的。名言可以分享给你们听，其中一句就是有八成的烦恼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。我觉得现代人就是有一个通病，可能就是想太多吧。然后我觉得想太多有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，所以呢，大家就是去睡觉，不然就是去接触大自然，不然就是去看影集。因为你看影集，或是看漫画，或是看小说，你就会投入到里面，所以你就不会想太多，你就不会有烦恼了。不然有烦恼的时候就是去做啊，去做那些让你烦恼的事情。你会烦恼它，就是因为你。可是我看过一个梗图是，就是有一件事情，然后你很担心，然后你担心了，你可以解决，那你干嘛担心？还有你一件事情，你很担心，你担心了，你不能解决，那你干嘛担心？大家可以时不时想起这个梗图啦。就是你可以解决，那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但是我当然知道担心就是一个，就是会想，就是人的本能，所以尽量啦，尽量。不要在那边
找借口。对啊，是真的啦，有八成的担忧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，有八成的烦恼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。所以烦恼就是睡觉，不然就是去看，让去做那些让你能投入的事情，或是你直接去处理那个问题根本。你其实做了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困难啦，你做着做着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困难，可能一开始做很困难，就会跟想象中一样困难，但是就做了就做啦。你做这件事情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它可能没有想象这么困难，或是真的跟想象中一样困难，那就是至少你获得了一个经验之类的，至少你不用再担心它了。然后如果你不能解决的话，那也不用不要担心它，因为你就不能解决啊，你就一直担心好像也没什么用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要想这张图啊，我刚不是就说了嘛，想太多就是人的本能啊，但是。那就是看你怎么去解决啊！我提出这个方法，看你要不要用，看你要不要参考啦，看你要不要参考。好，今天的问答就到此结束。然后呢，我也要关播了。Yes， 就是，不然就是去另外一个世界啊，去看漫画，去玩音乐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去投入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就会投入在其中，你就忘记。虽然你忘记之后，可能做完那看完，投入那个世界，离开那个世界之后就会想起来，但是至少你获得了一段快乐的时光。你很棒。我今天从第四名开始念，第四名是 Ring， 谢谢 Ring， 谢谢。第三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二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一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然后呢，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去买我的第二部《握手巨人》，希望第二部《握手巨人》可以出现数字，这是我的目标。第二部出现数字是目标，出现数字我就会很开心、很满足了。嗯、好啦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哦，然后直播时间再看官方演出公告，拜拜。